你是 X X 吗？你是 X X ，你从那边截出来。你是 X X 吗？你是 X X ，你从那边截出来。本案系一部自小客车疑似从国一北向五股路段路上系五高架，试图向右横跨草湾线及两个车道后，由五股匝道接回平面，差点与其他车辆发生碰撞。整个过程已被后方名车完成录下，并提出检举。对于这种不顾其他拥人安全的驾车行为，情节严重者均会以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43条危险驾驶开罚，可处新台币6000元以上24000元以下罚款，并吊扣汽车牌照6个月。警方在此呼吁驾驶人应遵守交通规则，变换车道，保持安全间隔。违规跨越草湾线容易引发事故，除了危及自身安全以外，也会造成其他拥人的危害。如果错过交流道，应至下个交流道离开。民众如有发现其他车辆的违规行为，可将行车记录器影像提供到国道公路警察局的民众检举专区，以遏止驾驶恶意的违规行为。